要来。喂，苏姐。王浩，我是苏丽，明天有空吗？上午来公司一趟。行，没问题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尤总，小西是我妹妹，她没进过社会，不懂事，她犯的错误我来为她承担。没进过社会就更该来我这里学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里的培训条件全国最好的了，我让她签合同，你以为我是要压榨她吗？还打我？当然不是，但小西，你入职合同签了没？签了，信不信？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是有权追责的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你赔偿公司100万，要么你让小西和我签合同，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。而且我让你做他经纪人，大家一起发财，你怎么选了？你这不是讹诈吗？这是陷阱合同。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和我斗，你还不配了。尤总，他只是一个素人，没必要这样吧？贝贝，我这些年投了多少资源在你身上，你现在为了一个这样的小助理，每天来搞七搞八。下一次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为整个团队着想哦。我会努力工作，为公司赚钱的。你就放过王浩吧。过几天呢，牛马代集团的牛总就要来了，你呢，给我收收心，好好的准备准备，去给我陪酒去。你放开他，不就是100万吗？我陪你。陪？你要怎么陪啊？我就给你3天的时间，要是没有我想要的结果，我们走着瞧。你不用送我了，我怕对你不好。没关系的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。这段日子我很开心，也挺难忘的。和你一起做了那么多事，我会很珍惜这段记忆的。你不要那么深情嘛，你先回去，具体的我们再想办法。嗯，好吧。拜拜。在干嘛呀？现在的电费都要100万了吗？我就是假如一下。3天赚100万，很正常啊。真的吗？小心你快告诉我。活期的年利率是0.3%，一天呢存10000块钱的利息是0.08元，按照1天33万来计算的话，只要你的账户有412.5亿就可以啦。好吧，当我没问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变得有点奇怪啊？好像比过去更有灵气和活跃了。我好像做了个梦。机器人也会做梦？嗯，可是我找不到梦的内容，但是它又占据了我一大半的内存，好像是成为了一种神秘的文件。王浩，我现在在学你们人类的情感，你们人类谈恋爱是怎么样的？真的是像电影那种吗？嗯，你是说你想看电影？嗯。我看看啊。小西，那边，王总那么一丢丢。
啊，对 ，OK 了，小杰过来吧。嗯，看什么电影好呢？这都是些 AI 和人类对抗的片子，他不会活学活用拿来收拾我吧？不行不行。爱情就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嗯，是这样，但只有情侣之间才会。情侣？我们不是吗？我们。我的设定就是让你快乐。我想了解你，想体会你。我做的对吗？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以前我总是幻想以后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，没想到我遇到的竟然是一个人工智能。对不起，如果我要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就好了。你善良、可爱、有温度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女孩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王浩。啊？快上车。菲菲，这么着急是去哪儿啊？赶个通告。你最近辛苦了，为了奖励你，我决定要送你个礼物。是告别礼物吗？也是，明天我就要离开公司了，我也没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段时间你留下来是为了陪我。这些事情因我而起，以后只怕是要官司缠身了，别为我影响了你的将来。这里是100万。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拿着吧。不行，这是你存了好久的钱，我不能收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姓尤的不能把我怎么样的。你欠了网贷，利息那么高，又加上巨额的赔付，如果没有这笔钱去支撑，我怕你会支撑不下去。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压力，那就以1年为期限。尤金水心狠手辣，我怕他真的会对你和小希不利。你在教我做什么？你学的还挺像，快拿去吧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可就只有这么多钱哦。谢谢。喂，怎么了？哎，王浩，你在干嘛呢？小希怎么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做苦力了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有人拍到他在物流公司卸货，一个女孩子，整车的货5分钟就卸完了，一个人干了几十个人的量。他跑到外面去了？你怎么照顾他的呀？网上都说他家里出了变故，要挣钱还债，这都上热搜了。你们公司那老板尤金水还说要签他呢，你
竟然不知道？我，哎，别磨叽了，赶快去找他呀！我知道了，好。会去哪里？小溪，小溪，你怎么在这儿充电啊？你怎么浑身都是伤啊？小溪，跟我回家吧。好哥哥，我马上就要赚到了。小溪，小溪，你没事吧？小溪，你醒醒啊！那是给汽车充电的地方，你一个机器人，没给你充爆就不错了。原来能遇到你们真好。刘总，100万在这儿，希望以后我们再也不见。好好好，林青兰有魄力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，像我年轻时候一样啊。不过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啊，人的一生只有那么几次机会，你要抓住了。比如说这一次，你只要把小溪牵到公司来，以后哥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好不好啊？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的时候，应该争取最为有利的条件。不好。尤总，不好意思，小溪还小，我们想过简单的生活，这里确实不适合。赔偿我已经给了，我也办了离职，和章鱼不存在任何关系。如果菲菲以后要解约，也希望你不要为难她。够了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以后我们走着瞧。王浩，恭喜你重获自由！重获自由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多亏了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就是20年可能都挣不了这么多的钱。好厉害呀，我3天搬砖我就挣了5万块钱，你3天居然可以挣100万，真厉害。小溪，你也很厉害呀，一个女孩子干这么重的活。哼，这个呀我在家里面也会经常做的，没有什么呀。小溪，你是和王浩住在一起吗？嗯，是呀，我和王浩哥哥住在一起。我有事，先出去一下。他去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
走得这么急。干杯。干杯。菲菲，你拖着这么大个箱子干嘛？是要出差吗？我把钱都给你了，没有钱交房租，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呀。我就只能在这里暂住一下了。啊？这样是不是不太方便啊？我钱都给你了，那我住哪儿？那你觉得没问题，就来呗。吃饭。啊。小西，你也觉得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了，菲菲姐来呀，我特别开心。水果。啊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你累了，我给你按按腿。不用不用。谢谢你啊，菲菲，你真好。客气什么？我也给你按。救命！大哥，救命！要不然我们看个电影吧。气氛都烘到这儿了，要不我们就看个爱情片。好。看动作片吧，大周末的看动作片好。好，那你要看爱情片？嗯。你要看动作片？嗯。那就折中一下，看爱情动作片。你自己看吧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哼。说吧，今晚怎么睡？王浩，这里是你家。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。我睡沙发吧，你们两个一起睡床就好了。我才不要跟他一起睡呢。你一个机器人用得着睡吗？我不管，你要睡沙发的话我也睡沙发。我不管，你要睡沙发我就睡地板。哼。我还是睡沙发吧。不行。我和小西睡吧。王浩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就忍心让我睡沙发吗？那我再想想。我和菲菲睡吧。正在进入暴走模式。那我再想想吧。那要不我们三个一起睡？王浩，啊，你是睡不着吗？有点热。需要制冷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王浩。啊。你觉得我还要不要继续做爱豆？做爱豆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给我当了那么多天的助理，
还不知道吗？做 idol 真的是超级超级累，每天要参加各种活动，练歌、练舞、保持营业，就连嘴馋的不行，也要控制体重，保持身材。什么事都要注意，哪怕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也不敢表白。我真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。不做 idol， 当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挺好的呀。这么说，你是支持我的？王浩哥哥，啊，你说我不会变老，学舞蹈呢，只要一秒钟就什么都学会了，我是不是更适合做这个 idol 啊？当然了，你是全能偶像，小西最棒了。我最棒了。嗯，不过我才不要当什么 idol 呢，我只想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王浩，好热啊，要不咱吃个冷？这样的夜晚，甜蜜又痛苦，真想永远也不结束啊。有别来，尤总，小西她是我的亲妹妹，你要想让我当她的经纪人，让她混娱乐圈，得加钱。好的好哎，有奖励才有动力，我给你5%的分成，好不好？小西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也要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你决定去当 idol 了吗？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的书，明白了说话的艺术。对不起，是我一直在打搅你，一直在给你添乱，给你找麻烦。我要走了。不不不，小西，你不用离开啊！成为 idol 你就不是我的负担了，你是我的大腿。我知道你在安慰我。我走了。小西，别走啊，小西！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？我还欠100万呢，小西。大哥，我求你放了我吧，大哥，我还钱，我今天就还钱，求你别跟我。你的腰子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来，不行，我不能说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得很清楚。你决定交出小西了？王八蛋，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？老子跟你拼了！喂，王八蛋！小西，小西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出来啊！电子设备也联系不上，是还小西，充电的地方，你碰遇到
刘总。什么？你先还。知道了。你在哪儿？一次机会。